港电讯 IMS， 只要有梦想，凡事可成真。欢迎收睇互动游戏志。体验 BCD， 多谢各位一直支持互动游戏节的玩家。如果你一向欣赏我哋本书的精细内容咧，你一定会欣赏呢只 BCD 版互动游戏节。因为我哋以更活动、更真实的手法，去同大家介绍各种市面上全新发卖的新 game， 仲会介绍 game 界远胜资料。当然唔少得专家教你种种赢 game 必杀技同埋蛊惑招数。你睇内容咁精彩，你有乜办法唔睇啊？新 game show。第四代泡泡龙你好啊！今次佢带嚟多个游戏模式俾大家拣，样样都有多项选择，爆你有排都玩唔厌啊！等我先拣个中意嘅人物同埋路线，然后先至开始作战啦。至于故事模式里边咧，唔同嘅人物就会有唔同嘅故仔。你完成咗一个区域嘅难关咧，就可以得到一张塔罗牌。剧情一路推进咧，就有越嚟越难嘅难关。储齐22张塔罗牌咧，就可以爆机噶啦！今次仲多埋对应 Dual Shock 震动手仔，好 feel 好多噶。3×3 Eyes 转轮王梦幻今次可以话以不识宫本嚟取胜啦。首先，大家可以睇下呢本数码化咗嘅漫画，了解一下故事内容同背景，仲可以睇下角色介绍，了解一下各个角色嘅关系。例如就有主角三只眼、藤井八云、阿佩、山本健一同埋李玲玲等等添。另外，如果你识讲日文或者识睇日文嘅话咧，就可以睇下作品解说，了解下以前啲 game 噶。嗱，而家我哋就东京飞去印度啦。跟住咧，仲有超过40分钟，作画超过30000幅以上嘅迷你 movie， 大家见到画面质素咁靓，绝对唔需要诧异，因为佢系以32K color 嚟到表现，所以咪咁 fine 咯。鬼马之处咧，就系在于你喐个 cursor 嘅时候，去到唔同角色身上咧，就会听到佢哋嘅对白噶啦。除此之外，仲有好多种得意嘅 mini game 可以玩噶。大家可以揀翻個 Q 版嘅白雲或者阿佩嚟過關斬將。哎呀，阿佩，你唔好就咁死啊 ！Bomberman 又有新搞作啦，喺 Bomberman Fantasy Race 度，佢會騎住兔仔路兒同埋恐龍迪拿去賽跑。你可以選擇唔同嘅賽道挑戰，每條路徑嘅參賽費用同獎金咧都會唔同嘅，沿途有好多錢等你攞噶，贏咗之後仲可以攞到應有嘅獎金。之后仲可以玩埋 bonus game 攞多啲奖金噶，储埋啲奖金咧就可以买只劲啲嘅坐骑啦。唔同嘅路儿同埋迪娜有唔同嘅特性，价钱亦都唔同嘅。最犀利嗰只咧就要喺你储齐之前5种路儿又或者迪娜嘅时候咧先会出现噶。游戏仲设有 versus mode， 大家就可以攞啲奖金出嚟打到，增加刺激性。不过小心啊，咪一味贪快啊嘛。嗱，又中招啦！想事半功倍就要善用角色小道具啦，例如见到猫脚印踩过去咧，就可以使出一招三角跳嚟到过急弯，又或者可以用下炸弹嗰股爆风嚟到帮自己加速，要好好利用啊！鲁邦三世金字塔之贤者系第二只以鲁邦三世为题材嘅游戏，类似盗墓者嗰种动作游戏。每一版开始时咧，都会有一个 3D 嘅地图出现嘅噃。指引大家要行的路径，了解一下地形，拍档不二子咧，仲会向你提供资料和情报噶。遇着啲合紧眼瞓的敌人咧，梗系好易收拾佢啦。咁我哋仲可以看住敌人的 HP 值嚟到进行攻击添。搞掂就要继续向前行啦。沿途咧仲会有个 2D map 显示嘅，等你知道自己去到边，唔会迷失路啊嘛。发现前无去路咧，就要揾下有冇机关啦。诶，得咗。间唔中咧，仲有啲道具仔醒你嘅，记得唔好 miss 啊。有啲敌人咧就系就咁打咧，打佢唔死噶。遇到咁嘅麻烦友咧，就要借助机关嚟到对付佢噶啦。哇，呢个机关咁重嘅，哇，变得几型呢嘢。过到关咧，又会有个 3D map 出嚟俾你睇噶啦。呢个游戏除咗斗智斗力好玩之外咧，睇鲁邦三世嘅角色设计都几有趣噶。事关有好多小动作都好得意噶。有冇发觉中居正广真系几似佢噶？唔好再话跟 con 呢支射击控制器作用唔大嘞噃，今次 Namcon 推出嘅新 game 跟 battle 就系专为对应呢支跟 con 而设嘅。呢只 game 同上集跟 bullet 一样，都系好多款 mini game 组成嘅。正所谓梗有一款啱你玩，绝对系老幼咸宜啊！
而且仲有好多款模式俾大家选择噶，有跟 battle 城堡啦、party play 训练模式同埋主题公园 theme park 添。如果大家选择对战嘅，可以选择比赛方式，例如喺耐力、枪阵，而比赛项目咧系可以自由组合嘅，有超过20款选择，大家可以睇下想考智力啊、反应啊、眼界定系乜嘢技能啦。如果成班 friend 喺度玩，仲可以搞多人对战添，最多可以8个人一起玩噶，而且仲系采取淘汰制嘅添。咦，5-5平手，和气收场啦！部分比赛咧系同街机唔同嘅，好似呢本射动物公仔咁样啊。街机咧就系射相同嘅，而家咧就系听到叫声而射，所以咧即使玩惯街机咧都唔会怕呢个机冇新意噶。呢只 Biohazard Director's Cut Dual Shock Version 咧，基本上入面嘅游戏咧系同上一次冇分别嘅，除咗多咗对应震动手掣，加强咗手感之外，咁点解仲值得推介呢？因为咧佢有好厉害嘅赠品啊 ，Complete This 啊！顾名思义，佢真系几 complete 嘅，因为佢有齐 Biohazard 1 and 2 同埋 Biohazard 1 and 2 Dual Shock Version 嘅 Save Data。另外仲有 Biohazard 1嘅8个 Ending Movie， 同埋从未公开过嘅 Biohazard 2 Phototype 嘅4段精彩 Movie 片段嘅，不妨而家一齐嚟欣赏一下。最特別之處就是新增的 Extreme Battle， 在這裡我們可以選擇的角色包括 Leon、Claire、Chris 和 Ada Wong， 基本上你可以當 Extreme Battle 是一個射擊遊戲來玩的，因為當中沒有任何故事情節又或者解謎成分，目的只是將敵人全部殺清光而已。其實除了 Extreme Battle 之外，新增的遊戲還包括了 Hard Mode 的 USA Version 和 Easy Mode 的 Rookie Version，所以都算是落足心机，几抵玩的。风靡了日本小路的卡通片 Pocket Monster， 现在出了个名为 Pocket Monster Stadium 的游戏，你可以从8个角色当中揀选不同的角色和他们所拥有的怪兽来到作战的。游戏的特别之处是可以在随身携带的 Game Boy， 也都可以在 N64 度玩的，靠的就是一个随 Game 附送的周边设备64 Game Boy Pack，令 Game Boy 版的怪兽 data 可以传过去，令你在 Game Boy 培养的怪兽可以上 N64 度作战啊。凭住 N64 的 3D 功能，所有怪兽都会变成立体多边形，你看啲怪兽是不是生猛了很多呢？而且怪兽的种类繁多，可以在 N64 上出现的只有40款，还隻隻造型都咁搞鬼，难得的是所有的怪兽动作都做得很仔细的，而且那些必杀技又多又得意，好过瘾的。呢只 game 嘅公仔画得好靓啫，梗系啦，系豪半子一族，唔系，系豪血子一族嘅设计人川田涟漪帮佢做人物同埋世界观设定嘅，唔怪得个个人物都咁有 character 啦。等我快啲睇清楚佢哋嘅人物介绍，有啲咩武器同道具设备，拣翻个啱我 feel 嘅人物开始作战先。最特别嘅地方系每个角色都有一个 AP 值去限制佢嘅行动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轻举妄动啊！攻击招数咧就分通常技、装器技同埋超装器技。通常技咧就系最通常用噶啦，因为佢消耗嘅 AP 值唔多，用多几次咧都唔惊。我就中意用装器技同埋超装器技多啲啦，因为有动画睇啊嘛。等我使出一招冲力射球，哈，又搞掂一个啦，正啊！叫咗你唔好乱嚟噶啦，抵死！水滚啊，暂停先啦。好，战斗终了。唉，乜咁渣噶？如果讲感情分 ，SD 跟任 G Generation 一定赢晒。梗系啦，话晒高达诞生咗差唔多20年，对好多人嚟讲都系重要嘅童年朋友嚟噶。大家假如想怀旧下嘅话，就千祈唔可以错过呢只集合咗历代高达故事，包括由初代高达以至 Wing Gundam 嘅经典场面嘅高达 game 啦。其实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战棋游戏，每个角色的关系都会在游戏的战斗场面上交代清楚。譬如揸住高达的阿宝，为什么要跟揸住自护号的玛莎决斗呢？揸住 Double Set 高达的捷道，又因乜跟揸住卡碧尼的哈曼加底上来呢？两个主角还间唔中有对白交流下，不过大家首先要学好啲日文，先知道他们讲乜的。Anyway， 呢啲都系高达动画里面嘅经典战争场面，可能你已经滚瓜烂熟噶啦。若果你认为净系代入原作嘅人物同埋机体去经历一共42个嘅古仔都系唔够过瘾嘅话，你可以试下成立一支自己嘅部队，一齐喺高达嘅世界度搞下事。只要你击沉对方嘅机体咧，就可以俘虏里面嘅机动战士，然后将手上嘅机体合成同埋设计，进化成另一款新机体。
例如将机动战士高机动型格鲁哥加埋自护军机动堡垒嘅扎古尼罗，就可以变成自护军嘅机动战士格鲁哥。而将高达加埋高机动型格鲁哥，又会变成扎古尼罗噶。大家可以在合成之后看看出来的新机体性能啱唔啱心水，才决定生唔生产噶。Game 坛情报网。8月22日东京国际展览场为什么会人头涌涌的呢？ Sega 社长入交超一郎先生和第三 CS 研究开发部部长中裕司执得咁靓仔，又为什么呢？原来一切都是为了发表 Dreamcast 的新作 Sonic Adventure。除了有片看、听他们的致辞和讲解之外，他们还作出即场示范。这只以立体玩法为主的动作 game， 既然称得上高速 RPG Action， 里面的角色当然就是皎若游龙啦。Sonic 出名的速度感当然也都会保留下来，看看以超音速疾走的 Sonic 几敏捷。哇，你看画面几靓，果然有街机 feel 添啊！跳来跳去，哇，动作咁犀利，仲嚟到一个超级无敌360度嘅大回环啊！当然唔少得咧，仲有 Sonic 嘅好对手 Knuckles 啦，诶，仲有可以用尾巴飞行嘅 Tails 添。啊，今次唔使用尾巴，可以用飞机嘞噃。仲有就系心地善良、娇俏可人嘅 Amy 啦。仲有新加入出咗名唔听多多英文话嘅 E102 Gamma 添。仲有中意钓鱼嘅碧咧，哎呀，仲有佢哋嘅敌人啊，就系无恶不作嘅天才科学家 Dr. Eggman 啊！呢六个角色嘅画面设计讲得上系鬼斧神工，除咗六个咁得意嘅角色之外，仲有好多好靓嘅电脑动画加插喺游戏当中，例如呢个巨大嘅生命体啊！睇过 Sonic 喺 Dreamcast 嘅表现，唔怪之得世嘉可以咁得戚咁话 Sonic Adventure 系呢个游戏界嘅未来指标啦。互动游戏节的 fans 就有着数了，你可以先睹为快呢批10月才面世的 PlayStation 新 game。 Pop 一声打开，人人都想爱，为什么？因为它够可爱咯，玩法其实跟大家玩开的泡泡龙差不多，但是感觉就截然不同了。还有电车高二的体验版，可以说是大赠送的。 Beatmania 去得 Rave Party 多，是不是很幸运落场做下 DJ 打下碟呢？这款街机大热的捽碟游戏有家用版推出了，还有专用控制器同时发售，你可以选择三种不同的难度，捽你自己最喜欢的 style， hip hop 又好， jungle 又好， drum and bass 都好，你还不是自电的 DJ？ Guardian Recordo 守护兽召唤，非常认真之作，有正动画 opening， 人物设计还相当正斗，所有人物和作战版图都是使用多边形的，游戏分为天之章和地之章，中间有不少动画间场，而随着故事发展还不断会有同伴加入，令到队伍战斗力更加强，趣味性亦都大增啊。利加伊亚传说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我的任务是来拯救这个世界，解开一个又一个的谜底，请你帮我输入不同的作战 command， 出拳或者踢脚，我会根据你的指令来攻击，如果入到游戏预设的指令，我还可以学到新招添，我能不能够成功就靠晒你了。三国志六，三国志可以说是历史无疑战棋中的长青经典，它的新作终于再次移植到 PS 身上了，游戏和电脑版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个 opening， 质素都算令人满意，你可以选择参与不同年代的故事，亦都可以成为其中一位历史英雄，咁富教育意义，唔怪得有中史嘅老师都推介俾学生啦。焦点特写 ，Size does matter。冇错啊，不过今次系斗细唔系斗大。呢个收集哥斯拉怪兽大图鉴系 Sega 将会喺11月推出嘅新主机 Dreamcast 嘅第一个 VMS Visual Memory System 游戏，细细部好的识，可以带住周围玩。所谓 VMS 其实就是 Dreamcast 的 save 卡，可以储存住你在 Dreamcast 玩游戏的进度，还可以跟朋友交换 VMS 所 save 的资料。跟大家玩开的 Tamagotchi 不同，你只要帮你的小恐龙揀个牧场，牧场就会好好地照顾它，将它养成拥有不同能力值和性格的怪兽。训练小恐龙去作战的方法很简单，只是要小恐龙估计下飞弹发射的位置在上、中定下，然后射它下来，三盘两胜。诶，点？咁佢就好打咗㗎啦。
操到佢咁 fit， 仲唔系时候带佢出嚟威下？如果想佢同第二只怪兽较量下，可以将两部 VMS 嘅头接通，两只怪兽咧就会自自然然咁样打起嚟嘅咧。今次上演嘅咧就系龙虾哥斯拉大战三头龙。哇！你睇下龙虾几犀利啊！一嘢就被个三头龙嘅攻击啦！哇！啲火仲喷到，哎呀！哎，一嘢仲要还击添，三头龙咁好中招啦！哎呀，即时奄奄一息，倒地不起，仲一命呜呼添啊！龙虾同埋三头龙嘅大战，因为三头龙输咗嘅关系，龙虾咧就可以全数拥有咗佢嘅 DNA 啦，跟住咧仲会变身成为一只好厉害嘅怪兽噶！你睇你睇，斩啊斩啊，即时变身啊！变身后的眼神都不知道几凌厉啊！你在这架 VMS 里面养的怪兽还可以放在今年冬天的 Dreamcast 推出的哥斯拉游戏里玩添啊！镜头一转，我们即刻空降日本东京临海富都心的国际展示场，看看日本京坛今个暑假四大 event 之一。这个在8月2号和3号举行的 Character Show， 一共有57间公司参加，展出货品超过8000件的。今次 Namco 展出的就是他们最新街机 Soul Calibur， 而且还有 Soul Calibur 的角色 poster 和其他商品卖的。不过很可惜，很多一早就已经卖清光了，所以大家 fans 们唯有再看看看看。就算你买不到东西都可以去收银机那里供下的。咦，一支支这些是什么来的？这些是铁拳三的健康饮品，用了三岛平八个头做商标的，价值300元。咕噜咕噜，我已经充满力量了，等我即刻过去第二个摊位看一下。哇， Square 摊位的 Video Wall 好长、哦、上面播放的就是他们今个冬天会推出的新 game Final Fantasy 第八集的最新画面。这边 show 的就是 FF 以前的产品，入面的东西很多都是很漂亮和很少见的，可惜全部都是只是看而不会卖的，枉我带着这么多人进来。你方使唔到咩？呢边大排长龙嘅人啊，就系想买 FF 八新出嘅 T-shirt 啊、毛巾啊、电话卡嚟或者锁匙扣咁噶啦。你睇几靓，你嘅唔够多啦，好过啦。哎，好啊，咁我等我快啲排队先。吓咩话 ？Sold out，sold out， 乜都卖晒，点算啊？唔紧要，快啲过去另外一个 counter 扫嘢咪得咯。哇，乜世界又有咁多人排队嘅？喂，不如我哋唔好买嘢咯，不如我哋过去试玩佢哋嘅新 game《机动战舰》同埋《Luna》第二集仲好啦。你玩咯，我过呢边各村书店睇嘢啦。佢可以话系全场最似做紧展览嘅 counter， 唔系净系挂住卖嘢噶。嗱，佢哋展出紧两套动画电影《机动战舰 Nadesco 黑暗王子》同埋《魔剑美神 Gorgeous》嘅图片同埋电影宣传片，仲有其他各村书店作品展览同埋游戏试玩。除此之外，还有一个 Monster Collection Trading Card 的比赛在 Counter 的另一边举行，相对来说比较多元化的。这位在这里帮人签名的四眼斯文靓仔是哪位呢？蛤，原来他就是鼎鼎大名超时空要塞系列人物的设计师美树本晴彦。嘿，美树本省，我都想要你签名啊。行啦，人家一日签50个而已，下次早一点啦。唉，脚都软啊！看来这班虚拟偶像的魅力真是犀利，香港不知道几时才有得看呢。 Hit Game 榜，今次荣登专业推介 Hit Game 榜的游戏是第五位 Radiant Silver Gun， 是 Treasure 在 DC 推出前尽地一煲之作，拥有非常华丽的短轴背景，但是游戏的难度都挺高的，不知道是不是影响了它的流行程度呢。第四位 F-Zero X， 啱晒中意练车嘅人，移植咗去机能强劲嘅 N64 之后，唔单止有更强烈嘅速度感，仲有埋对应震动手掣操控感真实咗咁多，抵佢第四啦。第三位 Gun Battle， 相信喺街机时代咧，大家已经玩到手指都抽晒筋嘅啦。呢只 game 咧，完全可以话系街机嘅强化版嚟嘅，而且胜在花款够多，简简单单够得意啊嘛。而且啊，靠运气啊，都已经可以玩得好好噶啦，唔怪之得咁得女仔欢心啦。第二位 Star Ocean， 属于 Alex 的重头 RPG， 果然是领先不同啊！故事好，画面靓，固然不在话下啦。加上对应震动手掣，仲有成80个结局等你发掘，几抵玩啊！噔噔噔噔，第一位 SD Gundam G Generation， 果然是他啊！纪念高达20周年的力作，当然很多人支持啦。玩家仲可以自组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所以冇得倾啊！一上直指 Number One。手教路，
Metal Gear Solid。虽然呢个 game 喺九月先至发售，咁但系肯定咧佢会成为焦点作品，所以大家学定点玩都啱噶啦。首先咧就梗系要熟习基本制先啦。三角咧系用嚟切换视点，圆形咧就要嚟攻击嘅，正方形咧用嚟投掷，交叉要嚟踎低。大家一定要灵活运用，先至可以帮主角 Snake 潜入敌阵，完成任务噶。单靠一个人嘅力量咧，未免势孤力弱，所以咧就要充分咁样利用通讯器材嚟同外间接触啦，同总部攞翻啲情报，决定下一步嘅行动，提示你咧目标嘅藏身之处。仲有啊，你可以 save 游戏进度添啊。嗯，国产007都有咁多无厘头嘅道具，身为 Metal Gear Solid 嘅主角，又点会冇啊？而呢啲道具仲相当实用嘅，好似呢个纸盒入边所装嘅嘢啊，就可以用嚟补充体力啦。做特务枪又点少得呢？游戏里面的型号还有雷射瞄准器， high tech 得来又很有型的。其他少见的道具例如有专拿来呃闭路电视的铝片弹，看看几咁 easy， 这样就搞定了个闭路电视，可以大模私样地上楼了。好，等我放埋个日光弹先。咦，似唔似飞虎队啊？深入虎穴当然就要知定闪避敌人，咪打草惊蛇，所以就要善用画面右上角的星立雷达。地图中间白色嗰点咧系主角，即系你啦。蓝点咧就系敌人，而佢放射出嚟嘅线形地带咧就系敌人嘅索敌范围，而闭路电视同佢嘅索敌范围咧就系用黄色嚟到代表嘅。记得咧，千祈唔好行差踏错啊！至于游戏里面嘅一啲特定人物咧，就会用绿色嚟到表示。咧，佢咪就系不幸嘅人质先生咯。由于你有任务在身，所以免得过咧都唔好消灭敌人，以免打草惊蛇。真的要打的话，都只是以一招圆圈和几招的正方搞定它算了。最干净利落的处理手法就是躲起来，这样就骗了傻仔，又不用使用暴力了，看看几好。有些场合你还可以学下做戏那些人用屎皮箱来到掩人耳目，不过都要看下场合的。嗱，今次这样就成功了。不过都不是成日得的。哇，你不是以为这样都呃到人啊？你看几大的问号，抵啊，抵你被人射的，虽然你生命有 take two 啫。想赢就要用多些复合技术了，想好像我这样用完铝片弹呃了这个闭路电视之后就可以转身行动，这样就要自己慢慢多些操了。跟着我要教的是拳王九八的连招，第一个出场金加凡。先用飞长脚踩脚后尾枕，之后踎低轻脚摄佢一嘢，再木压出重拳。在重拳 hit 中的时候出霸气脚，然后 cancel 出埋凤凰脚埋尾。跟住就有 Hilden 啦。当对手喺板边嘅时候咧，首先出呢个 cross cutter， 之后立即向前冲，仲要踎低同埋入重拳。得手之后咧就街佢个头，而喺第一 hit 时咧仲可以 cancel 超必，最后再搏第二招超必杀技噶。跟住有请八神庵。老实讲，呢招大家在九七时候相信都是类似咁用噶啦。不过在九八咧，难就难在涉风个指令改咗。至于涉风之后入重拳，再入梦弹，再搏八字女咧，就同旧年差唔多。不过睇到咁涉风法，相信大家都谂到话九八冇咗无限涉风啫，睇落就唔多似咯。跟住有九五草剃经。要入呢一下就认真考验呢个入指令嘅速度啦。先 Power Max 再跳前重拳，然后七十五式改，之后再七十五式改。最紧要嘅就系要喺对手跌落嚟之前再入鬼烧，一字讲晒快。最后有山崎龙二，相信最耐人寻味都算呢招啦。因为喺一入踢沙指令之后就要即刻入蛇丝，同立刻按重脚将之 cancel。因为咁样龙二叔先至可以立刻移动同入重拳，而最后就入 Max 嘅 drill 转佢。示范的朋友是狂按狮仔来入的，所以龙二叔打完交之后才会狂笑，你说精彩不精彩呢？游戏配件多面睇，打机并不是斋打那么简单的，要将打机的兴趣发挥得淋漓尽致，就要小心选择各种不同的配件。游戏配件多面睇就帮助你作出英明的抉择。头炮我哋就以铁拳三挑战三种市面上最流行嘅 joystick。三位参赛佳丽各就各位，准备好就可以正式开始啦。首先出场嘅系身穿灰色晚装嘅一号佳丽，佢衬埋呢个粉色系列嘅手掣，个型相当讨好。专家嘅评语话佢操控感都相当唔错。有埋速度控制，仲有 auto fire 嘅连射系统，最啱我啲懒人用噶啦。而且价钱又唔算贵，各方面表现都 OK， 算唔错啦。
睇下二号呢个连身都贴埋铁拳三贴纸嘅黑衫佳丽，佢系专为玩铁拳三嘅高手而设噶。佢嘅手杆经过特别嘅设计，可以抵受更强烈嘅摇动，而且仲更加耐用，任你点戳都得噶。而且啲掣又够灵敏，所以好弯道啊，直逼街机噶。再睇睇呢边，红色嘅三号佳丽咧，就系专为低手又或者啲懒人而设噶啦。你可以咧同啲 joystick 啦输入一啲比较复杂嘅绝技，好似咧铁拳嘅十连 combo 啦，又或者系 Street Fighter 嘅迅速杀，然后咧揿下个 command 掣咧就可以使出嚟噶啦。咁喺对战嘅时候，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咁样使出连环绝招，绝对唔会手忙脚乱啦。最多咧仲可以入成16招咁多嘅。咦？咁用咗佢，咪连啲牙牙乌嘅低手都变高手？飞技全真 ，Bomberman Fantasy Race， 想改变脚步声咧，就要喺游戏入边揿 pause， 之后再揿 L1 L1 R1 R1 下上圆圈，咁就得噶啦。如果想睇埋 ending 咧，就要当全部赛道 clear 咗之后，包括呢个 mirror mode， 咁就可以睇到 ending 嘅画面噶啦。如果想玩到特別隱藏賽道咧，咁你就可以喺爆機之後再進入遊戲，喺左上角就會出現有隱藏賽道噶啦。Biohazard 2 Dual Shock Version 要有無限彈藥咧，就要喺遊戲畫面度咧按 Select 掣進入 Option 畫面，然後選擇 Key Config， 跟住咧按住 R1 掣唔放離按四方掣十次，成功嘅話咧 Auto 字就會變成紅色，咁樣咧遊戲中嘅所有武器咧都會變成無限彈藥噶啦。Mission Impossible。7.65 silent second 在选关画面入边按上 C L 右 C 左 C 上 C， 而 9mm high power gun 就要按 R L 下 C 上 C 上 C。至于 use 了就要按右 C 左 C 右 C 下 C 同埋 R 嘅。诶，至于最后一个 mini rocket launcher 咧就要按 R L 左 C 右 C 下 C。以上通通如果成功嘅话咧，都会有一声 sound effect 噶。要使用隐藏人咧，就喺标题画面按右右三个左左，成功之后咧就会有声 sound effect 噶啦。你睇呢只就系隐藏猫猫啦，喵喵！游戏点唱机，最后送俾大家《超级机械人大战 F》嘅主题曲《Time to Come》。30多分钟嘅互动游戏至 VCD 版，哇咁快就睇完啦！你可以选择写信俾我哋，强力抗议呢只 VCD 令你唔够后意，感到非常痛苦。你亦都可以选择睇埋呢只 MV 之后咧，由头再重新睇一次。但系最有效嘅方法咧，就系由而家开始不断咁祈求十月快啲来临啊！因为到时我哋咧就会喺互动电视每一个礼拜同你见面，研究惊台嘅大小事。请各位稍安无躁，静心等待十月。互动游戏之互动电视正式登场。